80后港产魔术师 John 曾经同好多明星和潮流品牌合作，最近他为江苏卫视大型节目《超凡魔术师》的范冰冰表演。另外，他曾经为林峰 Twins 的演唱会设计舞台魔术效果。想知道阿娇表演的漂浮钞票魔术够不够水准？即时睇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阿娇钟欣彤。知唔知呢张系咩咧？大家一定知道，系一张真嘅1000蚊纸。咁今次呢个魔术咧就系庄峰教我嘅，好紧张。